玉皇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，请你自便吧。你是觉得我堂堂皇族亲王在你眼中尚且不如一介侍卫？是。我，竟是就不该管你。对，你就不该管我，更不该认识我。什么院前侍卫，什么花前月下。 不识好歹！你可知道豫王卫来这一遭，可是调动了半数余力军拦下萧德仲。若是御林军统领当逆了，本王可以让你来当府亭尉的内侍。姐，王妃娘娘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 本妃也是奉命行事，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会害你？谨言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你认罪吧。本妃也会在太妃娘娘面前为你求情的。我没罪。 太妃下令严惩，你早些说，必能少吃些苦。我没做的事，即便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认。你还不认？王妃娘娘。 您就是这样审讯查案的？本妃奉太妃之命，彻查毒酒案。哼，谨言既是我惊鸿阁的人，就轮不到旁人来欺辱，哪怕是王妃娘娘，也不行。王妃娘娘，王妃奉命查案，你怎敢知会？哼。 谁让誉王宠爱本妃呢？本宫素来与人为善，但温妃也莫要欺人太甚。就欺你了，又如何？王妃娘娘还想打我不成？温妃，这罪奴可是你的人，如今你又如此偏袒，难不成是你指使他来谋害本妃？ 王妃娘娘可真会讲故事，不去写戏本子，真是可惜了。先听我说明来意，堂堂将军嫡女，怎么莽撞的像个粗使丫鬟？你究竟所为何事？我自是来替娘娘分忧，为娘娘送证据的。 酒坛封存，开宴之后才由侍女斟酒入杯，是以头筹酒，是在最后才斟敬太妃娘娘。届时谨言侍奉在宴中，没有事即作案。可众所周知，她在宴中曾入膳房，接触了酒。那膳房中摆放的是诸位娘娘的席面酒，毒酒不在其中。哦。 奴已将涉案可以经手的19名侍女一一审讯，其中夏儿招供，曾将毒蜜涂于指尖，趁机混入酒壶。
那夏儿可是王妃娘娘的二等侍女。夏儿素来乖巧，与娘娘很是投缘，本妃与王妃娘娘说话何时轮得到你来插嘴？红菱，王妃娘娘，红菱可是本妃的人，你这是要与本妃为难？谨言也是我惊鸿阁的人。娘娘，您怕是要遭殃了。区市案，既已彻查清楚，怎么还未结案？回惊鸿阁。誉王，您这样，臣妾该如何与太妃交代？那王妃娘娘便一并想想，如何与本王交代。看什么看？快治啊！啊，是。哎，你来。莫太医，你还是先开方子，回去熬药吧。是。誉王，娘娘，请放心，姑娘伤的并不重。嗯。快给他上药。是。你醒了。我回来了。我的衣服。别动，刚烧好药。谁用你伤药？别动。我实在是不懂你在恼些什么。若是换成寻常女子，知我的身份，那不知欢喜成什么样子。欢喜？是欢喜被你欺骗，还是欢喜你忽然多出来一众嫔妃？一个钟里
我尚需要仰望攀附，如今换成万人之上的亲王，你叫我该如何？我又何尝不想一直做钟离呢？玉王，今夜只是个小侍女，人微言轻，原不知玉王的身份，唐突冒犯，玉王没有怪罪谨言，是谨言的福分。你，谨言自是不敢要求更多。你一定要这样同我说话吗？罢了，你好好养伤。毒酒一事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这公道我定会被你讨回来。原来我当初要嫁的